无人飞行载具系统 UAS 及车载移动测绘系统 MMS。 测绘科技日新月异，为提升空间资料搜集效率，本中心积极发展无人飞行载具及车载移动测绘技术。国土测绘一号地域型无人飞行载具系统，除支援土资更新外，并协助其他机关航拍及提供紧急灾害应变土资。车载移动测绘系统搭载高精度定位定向元件，八部工业级相机及轮速计，并以导流外罩包覆仪器设备，兼顾保护设备及行车安全。将结合国土利用调查成果及台湾通用电子地图更新作业，其运用先进测绘技术，提升国土利用调查成果及台湾通用电子地图更新效能。